随着人们平时生活节奏的加快，手机的解锁速度变得至关重要，毕竟一分一秒的时间浪费都是对极致体验的打折。而眼下全面屏手机当道，屏幕指纹解锁成为最理想方案，最近刚上市就引爆手机市场的 OPPO Reno 在这方面就相当出色，三星华为都赶不上。为了让广大用户能够享受到更出色的解锁体验， OPPO 为 Reno 植入了新一代光感屏幕指纹解锁，采用的3P 镜头可以有效降低畸变，而且进光量也有很大提升，指纹图像更加精准，再加上补偿式的透光方案，可以获得更清晰的指纹图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全新的打光方式和算法，解锁的成功率有着20%到30%的提升，速度更是提升28.5%，体验自然更出众。可是光学不练加大事，目前有Reno一样的能量包括有三星 S 十加和华为 P30 Pro， 到底谁的解锁体验更好？